我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岛的快到最边上了。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娱乐场所啊，我这是沙滩。我不知道我这个沙子是怎么运来的啊，这边是个沙子，那边是个草坪。哎呀，风景宜人。在这个河这边有很多女人在这晒太阳，看到了吗？河水是非常的清啊。船从这边过去啊，就是在那个区域有一个什么博物馆，我具体是什么博物馆我记不太清楚了，但是有一个博物馆。我现在在想我过不过去，我现在已经走了大概两个小时了啊，昨天走了八个多小时，整个那个两条腿都磨得非常疼，今天还好一点，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缓过来，所以就在这边慢悠悠的走一走。有很多人在这儿聚餐啊，picnic 做野餐。